在途中失散，走的路是否一样，看着同一片艳阳，我忽然有预感，周围的陌生人会遇上，也许是你笑得糊涂和我很像，也许是因为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，也许是漫长的黑夜特别孤单，才会背靠着背一起等天亮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美梦又何必向往，多少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我们就闭上眼看，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，向往，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，黑夜如果太黑暗，我们就闭上眼看，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美梦又何必向往，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，黑夜如果不黑暗，我们就闭上眼看，快乐的样子，看来你真的找到你喜欢做的事。你是来问我为什么要解除婚约的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看过你写给任贤那封信了，看过之后才知道，我根本没办法取代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这一次，我真的想通了，放弃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感觉就变得很轻松，好像也看清楚一切了。抱歉，蕾蕾，当初我没有考虑清楚就答应我们的婚事，你选择要解除婚约是对的。不要说了，抱歉说多就不值钱了。好了，你就别在意我了，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，毕竟你跟任杰已经浪费太多时间和机会了。祝你早日得到幸福，加油。你也是。你的手还是一样温暖，不过以后我不会再依靠你了，我要自己一个人向前走去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走得很好的。好了，我要工作了。那我走了。
志，姐姐决定要把冒充别人得到的酬劳全部捐出去，希望在遥远星星的你知道了以后，会原谅姐姐犯下的错。寄个信，马上就回来。好啊，钥匙在汽车上，骑慢一点哦。好，我知道，拜拜。拜拜。觉得那个人背影跟任杰很像。任杰？嗯，不像啊，你想太多了吧。哎，你看这家啊，就网络上大家说咖啡很好喝的店，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吹牛。进去喝喝看就知道啊。嗯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请坐。两杯焦糖咖啡。哦，内行的哦。不过我们店里煮咖啡的小姐刚出去，要请你们稍等一会儿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。啊，那不好意思，那就请你们坐一会儿。啊，我先帮两位倒杯开水吧。好，谢谢。装潢还不错哎，蛮有异国风味的哦。听说这家店自从来了新的服务生之后，咖啡因为它变得更好喝了，网络上还给了5颗星的评价哦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现在只要上上网，什么资料都可以查到啊。这么厉害的话，你帮我查查看任杰在哪里啊？嗯，这恐怕就有点难咯。那你还说什么都查得到？全姐，我来了。失去了曾经的煮咖啡的就是你啊！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跟我喝咖啡。哎呀，跟我回去！回去哪里啦？回台北啊！不是说好读安顿好才会跟我联络？3个月来怎么一通电话都没有呢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有我的苦衷。难道你忘了我们这些朋友吗？再也不想见到梁大哥了。我。在那边等我。我这时候如果回去找郑浩，就害了他。为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。但是你不要到处陪我在这里，要不然我要另外找地方躲。为什么你非得躲着大家不可啊？你先说答不答应我吗？不答应你，你说吧。事情是这样的。走吧。嗯，那他嘞？他不跟我们回台北了。就这样吗？要不要先打个电话通知郑浩？不用打了，他有他的选择，我们就尊重他吧。
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到公司上面坐一坐？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。到底怎么事啊？我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啊。等我讲完，你大概连公司都不想回去了。你说吧。我知道任杰在哪里。在哪里？你快告诉我。你不要激动。他在这个地方打工。谢谢。不用谢了，你赶快去吧。飞得越远越看不见，阳光下灿烂的笑脸。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有一家任杰小姐在这里工作？请问您是她什么人啊？我是她朋友，可以请你告诉我她人在哪里？啊，她刚刚走啊。她刚刚走？你知道她去哪里吗？她走一个多小时了嘞，她往海边的路上，背着包包走过去了。海边？好，谢谢，我知道，谢谢。任杰。有种爱的感觉在心里面那么的强烈，而这一切好难过。是这样，你这招无鬼方法真是漂亮啊！利用公司采购名义把钱转到咱们口袋里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呢。我做事情一向干净利落，交给我操作，你们放心。这一次算什么呢？20年前你把梁文台给赶走，那一次才叫高明呢。都陈年往事，你们还记得？哪忘得了啊？大概只有周俊龙那个可怜家伙，一直到死还搞不清楚，为什么一起创业的好朋友会突然间跑去跳海呢？嘘，这件事在这里说说就算了，毕竟闹出人命，不是开玩笑。那当然了，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我早就计划好了，详情嘛，我们去酒店慢慢聊。哎，好啊，痛痛快快喝几杯庆功。德浩，这么晚了你还在啊？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只有听到你们去喝酒而已。郑点头，做点小坏事都被逮到，要不要去喝一杯？不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你们去吧。好，去吧去吧，走。
是刘董事长在国外注册公司，然后利用假订单掏空公司资源的所有证据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因为我看不惯他伤害了所有的员工还有股东权。就这么简单吗？算起来他也是提拔你的恩人，如果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的话，你不会这么狠吧？你不怕他到时候反咬你一口，到时候你也得陪着他一起吃牢饭？我顾虑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他能够得到报应。算了，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，我不想深究，不过现在不是扳倒他的时候。夫人，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他这个人，而是他背后整个集团。以我现在在公司的实力还不能够对付他，所以我们必须耐心等待最好的时机。我明白了，我要暗中收集更多的证据，只要时机一到，我会站出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很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同一边的了。陈浩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的快递今天中午我拿给你。哦，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向总，这些交给我处理就好了，下面有一些垃圾你帮我处理一下。嗯，好啊。请坐。早就计划好了。摩羯奶奶帮我做的，虽然只是简单的套餐，不过味道保证比大饭店要好。试试看啊。怎么样？好棒哦！还记得这个戒指吗？现在我妈能够接纳你了，你家小店生意还算稳定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重新考虑跟我。你又生气了？嗯，我知道，呛到了。哪有人吃饭的时候讲这些啊？对不起。哎，送人家的东西怎么给我拿回去？你的意思是你答应我的求婚了？哇，我还真会挑哎，这戒指真适合你。谢谢。阳光掠过沙滩边际，还没睡啊？嗯，睡不着。来，嗯，这是什么？我可是没有忘记，今天是你23岁的生日。谢谢妈咪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喜欢吗？嗯，非常喜欢。哎，你刚才看什么啊？哦，没有什么。
哎，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？好啦，反正早晚都会让你知道。机票、护照，啊，原来你要出国去玩啊？想要去哪里？法国餐饮学校入学通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要去法国学做菜。蕾蕾，你今天可要把话讲清楚啊！到国外的餐饮学校去学习，跟你自己在家里的厨房随便玩玩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妈咪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以后想要当厨师，这一次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学。你对做菜有兴趣，那很好。那妈咪在这里也可以帮你介绍一个大饭店去实习就好啦。说过了，自己的未来我自己会有打算。妈咪，你就听我的嘛。喂，你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逃避郑浩？留在这里，我实在静不下心来。我想，只有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才能够让一切重新归零。妈咪，从小到大我都听你的安排，这一次你就让我试试看好吗？你决定了？那也好。其实郑浩是个无论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是个好男人，可是跟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是不会有幸福的。蕾蕾，妈咪很高兴你终于长大了，不再是以前那个遇到点挫折就拼命掉眼泪的小女生了。这么说你答应咯？你都决定了我能怎么办啊？谢谢妈咪，我好爱你。好了，时间很晚了，赶快去睡觉。嗯，妈咪你先去睡，我还想再坐一下。嗯，11点。哭出来的样子，可是只剩下几分钟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来，会不会已经忘记我们要一起过生日的约定了？不可能啦，你都没有忘记，他怎么可能忘记？他可能是因为有事耽搁了吧？啊，对了，晚餐还满意吗？超满意的，手艺真的很好哎！要是吃不到你煮的东西啊，我这辈子都不想活了。你太夸张了啦！那雅维，我们表示些什么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快说，好日子定在什么时候？雅维是说在一个半月后啦，应该是3月30吧。不过还是要问问看他妈妈的意见。啊，好棒哦！真迫不及待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，一定超美的。都这么晚了，我想他真的不会来了。好吧。那我们先把蛋糕吃了吧。
生日快乐。哎，等一下，韵姐，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，希望你也能快乐的过着你想要过的日子。韵姐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五月1983的，而且我还年初2月份。哦，没品啊，几号？14号啊，情人节那天。哎，情人节那天出生的？不行啊，情人节我也是那天生的。哦，什么？你也情人节那天？我也是。天哪，这也太巧了吧！哦，难道命中注定我们就要相逢哦？哦，好吧，我们不同的。讲这种话。我们同一天生的份上，就对你既往不咎。既然这么有缘，我们要不要留下手机号码，保持联络啊？这样子明年可以一起过生日，一定很好玩。嗯，好主意。沈小姐早。那一锅是什么？是我熬的高汤啊，为了今天告别单身 party 准备的。不过帮我拿去厨房放好吗？哎，好的。谢谢。一个人亚维呢？哦，他去疗养院接婆婆了。我们决定了，以后一个礼拜至少2天让婆婆回来陪我们一起住。真的吗？好久没有看到婆婆，我好想她哦。对啊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她了。哎，这不是沈夫人的母亲吗？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，这照片里的老夫人，她是您的？我外婆啊。外婆？是啊。哦，那沈田夫人是您的？沈田是我妈妈。哎，那我再请问你，你脖子里戴那条项链是谁给你的？这是我妈妈给我的，是吧？这么说，你就是沈田夫人的亲生女儿啊？那你就是大小姐了。大
大小姐。妈妈，你说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笑容。妈妈，我们赶快告诉妈咪这个好消息。根据这个月的开户报表，没有意见吗？予以通过哦。上个月吧，你还真大牌哈，会开到一半才来，有没有把我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啊？哎，你在干嘛？哎，快开到一半啊，站住！何世强，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认识。谁人啊？周小诺。他不是跑了吗？还是你一直跟我说是冒牌货？你找到正牌的了？哎，你猜对了，我是找到正牌的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货真价实的周小诺。怎样？带我白痴是不是？随便找人来唬我？你啊，总经理怎么当的？想跟他一起造反啊？这位小姐的身份，经过法轮委托调查机构证实，的确就是周小诺。法轮也决定，按照周总生前的遗嘱，把属于小诺小姐的股份全数归还给他。你不说，哼！在他想搭我之前，小诺小姐已经被自己的外婆带去收养，以此信任传播危机。最近有最好资料都在这里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我管他是不是周小诺，我告诉你，我掌握大部分的股份，董事长这个位置我坐得稳嘞。周夫人，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吧？刘世强，你利用一家叫新彩科技的人头公司去收购劣质零件，然后高价转卖给我们公司，收取不当的利润。你这些资料全部都在我手上。你怎么会有这些资料？你出卖我！如果我把这些资料转交给检调单位，不要说你董事长的位置保不住，我看你还得多坐几年牢吧。OK OK， 你们想怎样？董事长那个位置是不是 OK？ 我让啊，没有问题，我让。没这么简单，你把所有的股份卖给法人，然后退出这间公司，我们才不追究你犯过所有的罪状。你自己想清楚，对方开的价钱还算合理，足够让你舒舒服服的养老。如果你不卖的话，就等着去吃牢饭吧。好，你狠，这股权让我入书，你只要在这签字，这项交易就算完成。套句你曾经对我好朋友说过的话，那这些钱你们越远越好，我们都不想再看到你了。保全。要出卖我？为什么？梁文海，你应该认识吧？告诉你，他是我父亲。介绍，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周小诺小姐。
是人会影响，也许是你笑得糊涂和我很像，也许是因为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，也许是漫长的黑夜特别孤单，才会背靠着背一起等天亮。黑夜如果不黑暗，美梦又何必向往，多少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。黑夜如果太黑暗，我们就闭上眼看，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。向往，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。黑夜如果失去了曾经的拥有，萧亚伟先生，你愿意娶沈笑柔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沈笑柔小姐，你愿意嫁萧亚伟先生为妻吗？不愿意。双方请交换结婚戒指。忘了幸福是什么，没有你的夜特别的漆黑，只能闭上双眼去感觉。我现在以上帝的名宣布你们成为正式夫妻。这种场合我有点不太习惯了。我也是。听说你要出国了？嗯，明天就走。祝你一切顺利哦。谢谢。我听妈咪说你把工作辞掉了，为什么？大爸开始体验新的人生，我怎么能够例外呢？做事企业现在有你妈妈还有笑柔一起管理，我也能够功成身退。我打算要到山上去买一块地，好好的来种茶，找到实地的做个茶农。有空的话，你来我们这边泡茶聊天。好啊，不过实在很难令人相信哎，你这样高科技的总经理，竟然要放弃百万年薪，到山上去种茶，我想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哦。嗯，你从一个代言人，要变成一个西餐厨师，才让人难以相信吧？啊，笑到都捧花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嗯。该说对不起应该是我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承受的是失去你的痛苦。终于来啦，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们了。我怎么会不理你们呢？要是不理你们啊，我就变成大乌龟了。既然你有浪费我的蛋糕，那我就原谅你。不过明年的生日你可不准再迟到哦。嗯，不止明年，以后每一年生日我们都要一起过啊。嗯，说好的。
就越热卖，明白吗？不要。不要什么意思？不要就是不要。建立美好的将来，全赖维先优的支持。